在台湾跨年的文青女神陈绮贞担任台东跨年的压轴。陈绮贞直呼许久没有和歌迷见面，她以阿美族语向大家打招呼：“大家好，萨利嘎嘎马布隆，吉绮贞嘎古。”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这是昨天那个张震岳教我的阿美族的打招呼的话，这样。成为台东跨年倒数前的演出嘉宾，陈绮贞笑称可以跟台东的民众一起从2023年跨到2024年，他觉得非常兴奋与感动。TVBS 新闻朱光宏、陈相如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